被爆了，好一招撩妹的招数啊！谢谢登峰，回到哎呦，杜迪啊，杜迪啊，小剑表，帖子发了，这东西可以删了吧？如果你跪下来求我的话，哎呦，反将他了，咬牙跪吧，等下会不会又被人家这样子被拍到或怎样？又不是我们欺负他，那个照片是你表妹孙秀给我的啊？孙秀哎，就是那天去我们家的那一个嘛，对不对？臭疯后，反转了，反转了，还不忘恶心人呢。OK， 好了，还是你们抉择了啊、哦。刚刚有观众说他是玩硬体的，不然我们就玩他没有看过的，好不好？竞选迷，好啦好啦，男神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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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 两个都要，没办法，太累了。我们之后应该可以看全部的结局啊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攻克男神哦，好不好？男神，继续勾搭，加加啦。你的每一种样子我都想看见，哇塞，好啦，继续功课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高三高考已经结束两天了，本月硬体不会像以前来学校骚扰你了。25会不会比较真的吗？25哦，徐轩有，徐轩17了，倒是你不太习惯。好了，所以硬体没有来了，他应该知道我们都去找轩轩了。如果你决定一个的话，哎呦，大家还是想打呢，好吧OK， 毕竟它是第一步。来了来了，哎呦，是机场哦。喂，机场来，直接叫我们去。两个都想要，他离开了，突然有种感伤的感觉啊。准备赶去机场，哦，糟糕，怎么办？心里有一种好像很对不起他的感觉。想当初下雨天的时候，他还来拿雨伞给我们。哎呦，学姐来了。终于没有搭话转身离开，终是没有搭话转身离开了。哎呦，出租司机是一个喜欢唠叨的大叔，跟你东扯西扯说话，不时还扒着广播唱《爱情买卖》，由于开得缓慢，一路不少车超过你们。哎，又是这个啦，老师又来了。OK， 清华的学生，别急啊，这开车安全第一啊，他再不快一点，我们就搭不上飞机啦。引擎司机大大不觉得车上好像一直都是50左右，要催促吗？各位，不催会不会就遇不到了？催的话一顺其自然二，我觉得还是想要看一下竞选会讲什么。哎，头发变头，对对，哎，以前是平头。好一哦，好 OK， 连忙催促师傅快一点啦、啊，再不快一点飞机就开走了。男女朋友吧，好了，可以的，大家可以停哦。吹了吹了，当初年轻的时候跑世界级，就是为爱追逐的热情，给你满分。放心，我的车上可是司机一匹狼，肯定能够让你及时到达机场。这跟我一样，老司机了。好，我们这到机场了，4:30左右。大嫂，被叫大嫂了。OK， 谁是你大嫂啊？好了，这下来要告白了，是不是？你要离开了吗？考试不过只是走个形式而已，现在才知道舍不得我走。你这样不求回报离开我，心里会不安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哎呦喂、啊！就这样子月月不安的一直想着吧，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他真的好伟大哦，他真的很伟大。不敢直视他过于侵略和认真的双眼。哎呀，李默哦，阿婷的美女啊！你好，我是李默，阿婷好哥们。他们当初是三个人吗？还是四个？我有点忘记了。OK， 我是夏雨，上次他装扮太失礼了。又是你呀、啊，广播。他们要飞往首都的班次，请注意的亮硬挺，请注意。哦，他已经被吹了，被吹了。老大，广播要叫你。斜了他一眼，过来，该不会要交代什么计划了吧？给我什么？我要走了，作为报答，给我系好，哦，帮他系领带就对了。两者有什么联系吗？各位要不要系？应该要系啦，不系太无情啦。相信大家都会想要系的，好不好？系一下，
看看会发展出什么不一样的感觉。Go！ 哦，这水口试试没想到真的做了。他会不会这样就不想走了？一会儿细的不伦不类，不要怪我了。开始讲话了哦。我们现在像不像新婚夫妻？哦，所以他现在是叫他拍照就对了。OK。最后只能以身相许，谢谢 DNF， 谢谢。OK。哇哦，被爆了！好一招撩妹的招数啊！带不走你，只好带走臭猫了。在我没有我的时间里，守住自己的心，等我。啊！或者说，你即使你不等我，我一定会回来。怎么办？心里被分割了。哇哇哇！王岩跟应婷都走了。似乎还听着叽喳王岩的叫唤：“老大，你这套路怎么模仿不了昨天看的电视剧啊？”你的领带什么时候系成了蝴蝶结？阿婷对待女生一向如此亲密，请不要放在心上。留下来，或者我跟你走，或者是什么？我忘记你那不正常版是什么了？是这样吗？无忘乎所以的代价，可不是你能承受得了。真的呢，这种最不求回报的这种帮忙，真的是没办法。收到一张照片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照片。大小米正在干什么？马上过来热场啊！你不要玄玄，来不及了，我们没有存档，来不及了。反而对小米有好感了、啊。OK， 所以有了转变了呢。李默就是要洗脑，这边被一个男生缠着，每天烦到不行。点点点，好了，回到机场外，我们看一下，赶快看一下坐的飞机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各位要不要看？看了会不会就不一样了？哦、你快滚，我马上走。好了，看了、啊、看了、啊，都来到这边了，都被爆了，都被帮人家系领带了。看，我们来看，仰头抬望，飞机过了。哎呦，好有动画，好赞哦！看着飞机掠过天空，留下丝丝的痕迹，觉得自己的心也涌上了点点愁绪。分离再远，但头上都会是同一片天空吧？哎，讲这个过几天就忘记了。哎呦，不一样场景了。利南省卧室内正接着一通电话。李家奶奶，哎，好孙孙今天是什么呢？难道是恋爱了？难道是恋爱了？我没有恋爱，只是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。他现在跟这个奶奶讨救兵就对了，只要看到他才会安心了。傻孩子，你已经 fall in love。OK。高二最后一次养成了，请将小说完成百分百。同时，哎、欸，我们真的没有小说、欸，哎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根本没有小说可以写啊！先跟长敏聊个天吧。长敏现在18而已，要冲到，刚刚有人说冲到25。小说高一就完结篇了，对呀、啊，真的高一就完结篇了，真的假的？要写完才能买房哦啊！徐轩哦，好、啊。哎呦，有剧情，看一下，期末考了 ，OK， 各位来了，又要考试啦。之前的考试我们都还蛮顺利的。好来，鸟儿的歌声真好听，是运用什么的羞耻手法？是你呢啊？好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鸟是动物啊。对呀、啊，诗句不是庐山真面目，下一句只缘身在此山中，是不是？好强好强，各位都好强，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各位考试都100分啊，赞哦！好 ，OK， 一，第二科数学，8864再乘8。哦，这个应该很简单了，这个你们不用讲，我知道。二，好吧，对对对，五一，我、哦、底边三高为八。哎，这个我不会，是12哦，真的假的、啊？为什么是12啊？底乘以高除以2哦，所以12哦，谢谢大家哦，国小数学，对不起哦，国小这种数学我都不知道。Unhappy， 有啊，这我知啦。Let us go to swim， let us to go swimming 吧 ，go 加动词 ing 就是不是？要 OK， 睡，大家英文、国文、数学好棒棒。看完了 ，OK 了。
继续保持年级第一的成绩进入紧张的高三课程。其他同学见流言蜚语，丝毫不对你的成绩产生影响，都十分佩服你。再加上道歉的发布，渐渐停息对你的流言，但依然还是有一些人嫉妒着你照片不放。智力增加了，高三又有新的了，智力要增到大于等于60分，体重要中间36到65之间，好不好？高考答对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就会完成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来看一下这边的剧情啊！电视剧《花色情缘》终于在高二暑假开播啦！黄金剧场，许多家庭都在悄悄这部新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《花色情缘》是传统式的古风电视剧，反正就是一些爱情戏剧啊。磨合之后，两情就相悦了啊！阴险恶毒的田思思，以及阻挠两人的高里母亲，幸好两人最后终成眷属，好不好？高里这孩子不错。对对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小学来不及了啦，啊，我可能要重读幼稚园了，好吧？好，趁我年轻的时候还差点八八呢。想起了袁科略显风骚的模样，心中偷笑。就先冲智力啊，冲到60啊。花小晴真善良，长得也很漂亮。大家开始在讨论这个戏剧的部分哦。你们娘在看什么电视剧？给我调新闻台。我就要看这个，我听老妈的，多数服从少数，少数服从多数 ，OK， 好啦，算是一个过一个暑假，然后看个一个戏剧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胖妞的逆袭就先玩到这边啦。哦，如果喜欢这种说故事的系列呢，也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随时按下铃铛，可以追踪我们下次讲故事的开通态。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